冷水可以压制你的毒性，坚持一下。休息一下吧。不对，为何血液中会有香味？伤着自己，别动，坚持住，你中了莫行之毒，冷水可以压制你的毒性，坚持一下，快就好。走一程，便是世间茫茫贵族荒凉，换你就强。我知道。我知道你很难受，坚持住，一会儿就好了，一会儿就好了。应该是刚刚的烈酒催发了他体内的莫寻残毒，现在用冷水暂时压制了他体内的毒性，可是他中了这种毒怎么还能活下来？难道他百毒不侵？他是